估唔到凌晨兩點開 show 都咁多人喎、啊！你哋平時唔使瞓覺嘅咩啊？因為我哋你哋口哋都因為我哋，所以先唔瞓啫嘛。好啦，咁講翻啲正經嘢先啦。今次第一次在這裡開 show 啦，很多謝今晚有來的朋友，多謝你們，希望你們今晚可以看得開心一點，吃飯啦。來到美國當然講英文啦，我要多謝好希根森借這個場給我們，你們都講英文了、okay、好，那唱下歌啦好嗎？唱翻啲我哋又係有啲英文嘅歌啦 ，music。